这个装备村民之前换了一把这种强大的剑，后边还有一套比较厉害的装备，看着像地狱岩的材质，不过太贵了，大概得需要几百万的样子。我们这个火器方块也是刚开没多久，感觉好像并不能带我们致富，所以感觉那个装备一时半会儿换不出来，我得先发育一段时间。这啥呀？熔炉！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？这是一个熔炉，火器方块开出了一个火炉，二层里边都是矿物，不过这些矿物也没有钻石啊。哦天哪，居然烧沙子！这紫色的方块开出来的怪物都那么猛，又一个怪，不会又是无敌的吧？哎，这不是无敌的，不是，你不是无敌的也不能这样呀、啊，打一刀不掉血，兄弟们。我严重怀疑那个村民给我的这把武器是假的吗？还是这怪太强了？我拿这打一下。哦，他会回血，防御力很高哦，小伙子，怎么装备这么狠？就这，看起来也不咋样，可能需要拳套，他才会厉害一些。看一下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没有。哇，这么假，这熔炉也太假了。我去，我去，哇，什么鬼呀、啊？这是？这个怪物会召唤闪电，我得先把它干掉。咱们得先把它干掉。啊！干掉它！打打打打打打打！还有100滴血。大哥大哥，别劈了，大哥，喝桶牛奶。喝牛奶都不管事儿。我把声音先调小点。他这个喝牛奶都不管事儿，然后最离谱的是。打他，哎，哎，不劈了，那你不完蛋了？我去，一打他又劈了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，你在这等着，老规矩，我回家拿那个秒杀弓去，你给我等着，敢劈我，你完蛋了。我家里的宝贝拿出来，咱们跟他一起同归了。乖呢？真怂，我这回随身携带。他们太怂了，兄弟们！我一回家拿一些高等的武器啊，跑的没影儿，大概也让我知道了那个紫色的，不确定是哪个紫色，反正有一个紫色方块就是用来开这个怪物的感觉。这啥呀？什么东西 ？Fly on 什么什么？嗯，可以飞是吗？降落伞？你们看这像个啥？啥也不像啊，空投，扔了，扔了也没用，先捡起来，先拿着，没准跟什么东西是组合使用的，是吧？哦哦哦，这里又有两个紫色方块，一会儿你再给我开一个怪物，来来来，我怕你，蓝色，这是绿色头盔，这个不要，这还有一个，应该是他开怪物，哦，果然。这个剑我很眼熟啊，刚才他们拿的剑就这么粗这么大，攻击伤害10050，攻击距离20，攻击伤害加30%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剑啊，哇塞，就是这种的，那些僵尸举的就是这种大型的剑啊，先留一把当个 BO 呗。箱子里有什么木头？哎呀，不能来点好东西。哎呦，终于来点 EMC 值啊，好家伙，快破产了，再不来咱100多万都没了。现在是一点都不剩，你们也倒是开点龙蛋出来呀，忒勤俭节约了，一点好东西都不给。咱说强度是有，但是要破产了。怎么这鞋子吗？感觉略显垃圾啊，扔了扔了，这么垃圾鞋子这是煤炭。哦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终于给咱们整了点 EMC 值，虽然不多啊，也是一片心意了，还是20，要不然咱加个幸运值，好像加不起，呵呵，加12个吧，剩下这7个卖了，给咱留点本，20多万 EMC 值的本，咱留一下本。哦，加了幸运值还行啊，至少爆了一点点东西了，这啥呀？哦，和这个合金锭的没什么用，合金锭的装备跟咱们身上的装备比差远了，卖药水伤人，这个不咋地。直接就给我药水。哎，稿子有没有时运啊？精准采集还负一，他有个精准采集我也就留下了，漂亮，回来了一点点本，
这石头吗？又开出个熔炉，咱就是说能不能来点有用的东西。我感觉我现在得被坑了，什么垃圾方块，鞋子也扔了，这些咱们都不需要，这是个远程的好像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！